高雄南投后群溪为拜五开始就出现来源不明的垃圾油，臭油味也影响到居民的生活。环保局前两天也未清了，如果搁爱清一礼拜，现在发现说这些垃圾油是为中油的供油中心来的，环保局也照法律来开发，不排除会加重处罚。环保局工作人员伫溪仔边将油抽起来，大片乌色的油内底会使看到真侪冰冻的鱼仔，日头一晒落，发出阵阵的臭味。高雄南仔溪、后硬溪、德明桥到光变桥附近，八号拜五水面开始浮现乌油，造成附近拢是臭味，民众伫厝嘛防臭甲头壳疼。晚上都有睡不着这样子。我闻到是柴油味道，啊，头都晕晕的。我结果后来我就开我的窗户。环保影响后硬溪下游的二期稻作农业用水，环保局接到通知了，硬溪设七条杂油锁，将油控制在德明桥附近600公尺范围内，无眠无日开始清。打拜六就清出31吨甘油的水，但因为油量真多，至少搁爱清一礼拜，就惊后续拄着落雨，污染扩大。环保局但会使想办法抢紧。油污最重要就最麻烦就是有时候又卡在个草丛中，那当然我们有时候用人力啊，也有用这个冲洗沟泥车，那我们最近昨天也要求中油要派人来做一个清理的一个动作。环保局因溪花堆渣油的来源，发现油敢那是对桥仔头中油供油中心流入去青埔沟，倒入去后硬溪。虽然流出的原因搁爱厘清，但已经违反水污法，上当会使罚600万，加上污染范围大，环保局表示无排除对中油加重处罚，嘛要求做伙清理，而且会要求赔偿清理费用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高雄报道。